护持中华印经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护持印证经书、佛书、经幡、结缘品。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门品长文具诵，长文有两番问答，初番问答，有总答，有别答，总答说过了，别答有三段，第一曰口业机。敏印就注重在专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是免七难。第二曰意业机敏印，就是离三毒，以至诚恭敬心专一其心念观世音菩萨，可以消除众生的根本烦恼贪嗔痴，所以叫做离三毒。这都讲过了。第三月深夜机明音，就是满二求，明二求。经文有两段，先说明二求，求男求女，那么然后解叹。经文若有女人色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变身福德智慧之男，色欲求女，变身端正有相之女，俗直得本，众人爱敬，这是名二求。世间上人道众生啊，我们都是人啊，在人道众生，尤其我们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是希望有后代继承，这个祖先的香火，所以万一这个家庭里没有后辈，没有儿子，那么他就会想办法祈求，那么所以经文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也满众生的心愿。说如果世间上有女人，求本来是男女都求了，但是女的求得更切，所以愿女人说，实际上男女都求，色欲求男，假如他没有男孩子，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男的孩子，那么要怎么办呢？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这就是科判里面叫做越深夜即明印的意义了。因为要求男求女呀，注重在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既然是用深夜恭敬礼拜，当然里面也带有意业啊，那么村民也有口业了，但是因为注重在礼拜，是身体的礼拜还有供养，所以叫做越深夜的根基的祈求啊，
菩萨的感动菩萨，能够使他得到满他的心愿。所以如果能够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变身福德智慧之男，求男的男，而且不是普通的男孩子，是有福德，福报很厚，有智慧，聪明智慧，这种有福德有智慧的男孩子，他能够得到，就是求男的男，舍欲求女。也有人，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呢，他也希望有一个女的，那么如果舍欲他要期望求一个女孩子，也能满他的心愿，能够使他变成端正有相之女。女孩子很注重的就是相貌要端庄而正俗，有福德之相，有相是有福德相，相好不但是美丽而已啊，要有福德之相，人见到会生，不但是欢喜心，而有恭敬心，俗子的本，俗是过去，就这个女孩子，她过去是已经种下很深固的功德，为她做人的根本。因此这个女孩子生来之后啊，众人看到都会生欢喜心，众人爱敬，爱是欢喜心，敬是恭敬心啊，对这类的这个女性，她不但是欢喜而已，而且会有严肃的恭敬心，所以众人爱敬啊。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的话，有的时候也会闹出一些笑话，那么有些不认识字的人只听到这个众人爱敬，那么有发生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从前住在狮头山，山上在40年前啊，40-50年前，虽然是出家人很多啊，但是文盲也很多，不认识字的并不少。那么其中有一个老修行啊，他天天都到外边去化缘，化缘拿到钱回来做什么呢？他就买很多吃的东西，有锅米家了哈，还有面条啦，什么这个吃的东西啦，统统买回来，买回来就自己到厨房去帮助这个饭头师煮啊，做供菜，就来供佛。供佛之后就把这个供菜就供养大家了，就打斋了那么他经常这样子做，我觉得很奇怪啊，我就问他说，哎，那你为什么天天呢都去化缘化有钱呢，就这样子这个买供菜供大众呢，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没听到吗？普门品不是讲吗？众人爱敬啊，他把这个众人爱敬看作这个买东西供养佛供养大家供这个叫做众人爱敬，这就是虽然是也不是有什么不好了，反正他发心供佛几生总是好事情嘛，但是他把这个众人爱敬啊断章取义变成是化缘打斋供众，这个与经文的原意啊完全是距离很远啊。那么经文的意思是说，您求女的女，而且这个女孩子啊是很端庄，而使人看到生欢喜心，而又生恭敬心，所以叫做众人爱敬啊，并不是说叫你天天去化缘打斋啊。那么这是文字上消文呢就是约四项上的解释可以引出一些事实的证明，求男的男的事实证明有一部书叫做一行居集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明朝四大师之一的罕山德钦大师啊，他的母亲呢梦到观世音菩萨抱一个孩子给他，那么他就把这个孩子接下来，
那么从此怀孕呢，就生下这个寒山大士。这个寒山大士出世之后啊，还异于常人呐、啊。出世之后就会合掌，啊、他就晓得合掌，啊、那么看到佛菩萨像，他就很欢喜，就会笑，啊、就会合掌。等到他长大了，稍微到了这个小孩子的时代啊，才开始读书啊。他九岁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念这个《法华经》补门品，九岁就会念，没有人教他，他自己就会念。啊、这个很显明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述的啊、所以他一生下来啊，他就有这个深厚的善根种子，后来成为一代祖师寒山德清大师啊、他有《寒山梦游集》。他一生的著作也很多，《楞严经》有通义，《法华经》也有通义，《起信论直解》这个著作等身。那么寒山大师是观世音菩萨送给他的父母的，还有，同时就是在明朝的四大师最后一位，藕益大师。藕益大师他俗姓姓钟。他是木渎人，就是大陆的这个楞严山下的这个木渎那个地方人啊，所谓吴人呐啊，他家俗姓姓钟，他的父母年纪很大了，还没有孩子，那么他的父亲啊，天天都在修观音法门，持大悲咒，十年，梦见观世音菩萨，这个抱了一个孩子啊送给他，那么然后就生这个藕益大师。这个藕益大师这是过来人啊，绝顶聪明，他出世就跟他的父母拜佛这个吃素那么后来出家成为一代祖师，他的著作等身我们现在讲法华经啊法华会议就是藕益大师所著的，所以藕益大师也是观世音菩萨送来的。还有同时在这个明朝末清朝初差不多跟这个藕益大师同时的，还有一位专于大师叫做冠宏，他的名字法名叫做冠宏专于大师就吃苦瓜的那一位我以前讲过这个建岳律师啊，到他那边去吃苦瓜的那个吃苦瓜的那一位这个禅师专于大师，他出世的时候，出世之前呢，他的母亲就是梦见观世音菩萨带了一个小孩，他把他接过去，那是会走路的小孩，把他接过去那么然后啊这个生下这个专于大师，后来出家成为一代很了不起的禅师，这是一位禅宗的大德像这一类的求难的难的故事啊感应录里面很多，求女的就比较难找了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中国人一向是重男轻女呀好像男孩子很重要，女孩子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他只是希望能够接触他的家庭的这个香火呀，所以都是差不多都求男，这求男的故事在感应录里面记载很多，在其他的书籍里面的记载有很特殊的，就是女性当生变成男的，转女成男了，不要等到转生，当生就能转过来的，有这么很稀奇的感应在我看过的书当中啊有两则不妨讲出来给大家做参考，那这是非常稀奇的不是随便能够见到的。有一部书叫做俗易记叙俗的俗呢，俗易记这个俗而第一的那个书记述叙俗的书呢俗易记这一部书里面，他这部书专门记载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的了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当中，其中有一个故事啊，说荆州荆州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姓黄的这个姓黄的呀，
年纪很大呀，才生了一个女孩子，可是他的夫人这个生了女孩子之后就死掉了，那么他就是老二啊，没有去成为鳏夫了啊，那么就自己很辛苦的养育这个女孩子啊，他心里很难过，他年纪很大老了啊，那么只有这么一个女孩子，那么他心里总想很糟糕了啊，他的香火呀后边没有继承人啊，因为只有一个女孩子，那么因此他从此这个女孩子生下来以后啊，而他的太太死掉了以后，他就专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念念不忘这个大悲咒啊、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啊，好啊，很用功的在哪里修持。这个女孩子到了十多岁啊，她就学习这个刺绣，刺绣绣花、绣人像等，那么后来她会绣了，她就绣观世音菩萨像，专门绣观世音菩萨像，因为她跟着修观世音菩萨法门呢，这个小孩子也在念观世音菩萨，他边念就边绣观世音菩萨，他绣了一尊很庄严的观世音菩萨像，那么昼夜礼拜供养。有一天呢、啊、这个女孩子已经十四岁了，这个黄老头的女孩子十四岁了啊、那么她在菩萨面前祈求，她也天天看到她的父亲啊、她的爸爸在菩萨面前拜菩萨的时候都在流眼泪啊，还问他说：“爸爸，你流眼泪做什么？”他说：“我那心罗也怕高晒啊，哦，我唔流眼泪，心罗怕高晒。就说他后边没有继承人呐、啊，弄得你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孩子，我难道不会流泪吗？不会痛苦吗？啊，他的女儿想得很难过啊。那么自己是个女的，没有办法继承啊，那么她也祈求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能够把我改变一下哦，转女成男。她有这么一个心念啊，很奇怪的，有一天晚上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她所绣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样子完全一样的这个菩萨像啊、那么这个菩萨现前呢、啊、来到她的面前，就跟这个女孩子说，她说你的父亲老了啊、也没有办法让他再生小孩了，你们的祈求啊、我应当要满你的心愿啦，而且你父女两个都是很用功很修行，都是很你又很孝顺，那么我要满你父亲的愿呢、啊、我想我只好把你转过来吧，啊、拿一个药丸呢给他吃，你一定替我吃下去。他在梦中就把这个观世音菩萨给他的药丸就吃下去了，吃下去就大睡了，就昏睡了，那么睡了两天他就没醒过来啊、他的父亲着急了，难道这个女儿也没有希望了，那么但是他看他的样子好好的，就是跟睡着一样啊啊、那么、不管他了，就这样子啊昏睡了七天七夜，等到他七天七夜醒过来之后啊，哇哇的哭啊，那么一哭啊发现他说他这个下体很痛啊哦，那么等到他醒过来之后啊，真的变成男的了，十四岁的女孩子变成男孩子，当身转女成男，奇透了，所以难怪叫做素异迹，专叙述这个奇异的事迹，这意思出在这个素异迹里面的记载，我只看到这一条，十四岁的女孩子啊，有观世音菩萨梦中给她一个药丸吃，结果转女成男。哦，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啊，有一部书叫做《己求书》，求人不如求己的那个《己求书》，《己求书》，《己求书》前面那个记载啊是没有记朝代，啊，知道是荆州人姓黄，没有记朝代，《己求书》里面的记载有一样故事啊是姓杨的，《己求书》里面说是明朝。明朝啊，清朝前面的明朝，明朝有一个姓杨的，叫做杨黄，他是读书人，啊，那么他也在地方上啊很肯啊用心呐、啊、修种种的善事，那么正好碰到这个战乱的时候啊，啊，发生一个这个家变，啊。弄得家庭流离失所了，他有一个女儿
才两岁，夫人死掉了，因为这个天下大乱了、那么他就弄得没有办法呀，带着一个女孩子，这个只有两岁，那么心里也很难过，碰到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啊，不晓得要怎么办，那么他只有专念观世音菩萨，他平常也一向是信佛拜佛的，就是专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后来啊，他这个两岁的女孩子，也是祈求的情况跟前文差不多要相同，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这个孩子两岁呀、在这个大睡当中醒过来，哭醒了，醒过来也是两岁转女成男，又变成男的啊。不过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乞求书，乞求书啊，我只发现这两个这个转女成男的故事啊，是在当生转过来的，这非常奇异啊，是因为他家里没有男孩子，把这个女孩子转成男的，这是非常奇异。前面一个出在《素衣记》的没有朝代，但是有姓知道是荆州人。后边一个出在《乞求书》是明朝，明朝也没有详记朝代，知道他是姓杨我中间的文字很长啊，我们从略，就是有这么一个记载，就是显示这个女的当生可以转女成男，就显示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呢、那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这都是属于事实的证明了啊，说一个这个真正对于观世音菩萨法门真正在下功夫修行的人啊，那么只要他过去生的善因具足啊，是随所求啊都能满所愿的啊，那么这是事实的证明啊。至于这个惯师啊，我上次曾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就是把这个男女以修惯的方式来做解释啊，就是把这个男女比作悲智啊，慈悲智慧啊。《维摩经》里面有这么一段句诵：智度菩萨母，方便于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法喜于为妻，慈悲心为女，善心成实男。这是以法来做修观，惯成父母子女啊。菩萨从哪里来？智度菩萨母，般若智慧智度，般若波罗蜜啊，就是菩萨的母亲，方便波罗蜜啊，就是菩萨的父亲，智度菩萨母啊，方便以为父啊。所有一切众导师，导师是指的佛成佛的十方诸佛，没有一位由智度菩萨母方便一位父而生的就是十方诸佛都以般若为母，以方便般若为父那么修这个般若智慧，有大慈悲，有方便度众生，才能成就佛国。所以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一切诸佛都是从这个地方受生的，也就是说一切诸佛能成佛呀，法身慧命都从般若智慧里生长起来。那么学佛行菩萨道，法喜以为妻那么慈悲心就是女儿，发慈悲心，有慈悲心就是女儿，善心诚实男，善心诚实这都是表示有智慧，有智慧才有善心，就是佛国上的智慧就没有一点垢染的，所以究竟的无漏善法以这个善心学佛，以直心是道场，诚实就是真诚而直直善心诚实呢，就是表示有智慧有以智慧为男以慈悲为女，就是悲智双运，悲智同时都要求，
行菩萨道的人要有慈悲，也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慈悲啊，那会有危险啊！所谓慈悲生祸害啊，方便出下流，那就是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必定要有智慧，所以求悲求智，求悲等于求女，求智等于求男啊。所以这个男女这种的悲智男女呀、啊，无论谁都要求的。不但是在家人要求，出家人也要求，不过求的不是世间男女，而是求的大悲大智。还有一个比方就是定慧啊、以女性来比禅定，以男性来比智慧啊、这个戒定慧三不漏学呀、以女性比定，因为女总是比较柔顺而静定啊、所以用女来比这个禅定。男性要有刚的智慧，所以男性表智慧啊、定慧两门呢、也是男女的啊、这个表法。那么因此求定慧求悲智，学佛的人无论你是在家出家，都是同样需要祈求的，所以叫做求男就能得男，求女就能得女，不是指世间男女，而是指般若智慧、大慈悲心，或者是禅定与般若智慧，啊，我们一天到晚修学佛法，都是在求定求慧。都是在求男求女啊，那么用意就是要悲智双运，福慧二缘，然后才能圆成佛国。所以不只是一求二求，而是永久祈求，一直到成佛为止才可以不求。那么这个禅定智慧啊，悲智啊，都是要终这一生尽未来际，一直到等觉菩萨都在求而没有停止的。所以这个求男求女啊，以这种的道理来做表法的说明。那么这是满二求，使众生两种的祈求，求男求女都能使他满愿。接下去解叹总结上文，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为人不可思议。所以经文后边接着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堂卷。这就是戒叹，总结这个满二求之文，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圣德。那么满二求的文字说完之后，佛对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啊，这位观世音菩萨他有上面所说的这种的伟大神通之力，如是就指上面这个求男的男求女的女这两种事，菩萨有这种威神之力，使众生能够满愿。那么因此之故，世间上如果有众生小的供养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所修的福德不会堂卷。堂卷呢就是稀废的意思，不会说是有因无果，不会有这种情况。那你念一句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得一个福德啊，消一种罪业啊。所修的福德无论你多少大小啊，那么绝对不会稀废，不会空过啊，就是说不会没有这个功德了，绝对有大成就有大功德。所以这个福德不会堂卷，就不会稀废，不会没有啊，必定有大福德，能得大智慧。只要你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你要求智慧得智慧，求慈悲得慈悲，都能满你心愿啊、没有禅定得禅定，没有智慧得智慧，
是所求都能满愿。那么到此为止啊，就是第一番问答，初番问答的第二别答，别答说完了啊。那么总答别答第三劝持名啊。那么既然是说明菩萨能够满众生的心愿，通通都能满愿，那么因此啊，就劝众生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劝持名啊。劝持名啊，经文有三段，第一劝持，第二葛亮，第三结叹。第一劝持，就劝导众生要发心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经文说，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这就是劝持。因此之故啊，是故两个字啊，转语词呢，承接上文转到下文来啊。既然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的福德不会堂转，不会熄灭，不会没有，那么因此之故啊，所有世间的一切众生，尤其我们人道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皆通通了，隆重，大家应当都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啊，学佛的人都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是先总劝持啊。那么接下去葛亮，葛亮就是较量了，比较了，较量啊。古代的葛啊，就是比较，比较，葛亮就较量啊。那么就是拿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同的情况啊，来比较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相差多远，彼此相差多大，所以叫做较量。经文说，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之福，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以药，以鲁亦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无尽一言，神多世尊。佛言，若复由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一，以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这就是葛亮，只持念观世音菩萨一尊的圣号，跟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的圣号，两种比较起来，功德平等，一样，正等无异，没有差别。这就是比较，只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功德就那么大啊。先顺着这个文字做下文的解释啊。佛对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世间上如果有人，若有人，他在受持啊，执受在怀，任持不施，一天到晚都在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的菩萨的名字，也持名了。不过他持名念的很多菩萨，六十二亿的恒河沙数，一条恒河沙啊，一粒沙算一位菩萨的名字，那一条恒河沙就多得不得了了，何况是六十二，而且是加亿。”六十二亿条的恒河，满满的沙子，一粒沙算一位菩萨，你看这个菩萨有多少啦？菩萨很多啦，啊，那么不但是持念这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而已啊，还进行受供养这些菩萨，复进行供养，就是这个发心修行的人呢、啊，从他发心开始，一直到尽那一生，尽这一生的身形。供养这些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用什么供养呢？四世供养，
饮食，吃的东西啦，啊，饮的东西啦，啊，衣服，穿的衣服啦，卧具，睡卧的床布等等啦，啊，医药，万一生病要用这个世间的药物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个叫做四事供养，用这四事来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啊，而且尽这一生，啊，你看这个人功德多不多啊？以卤易云何？卤泥指无尽意菩萨，啊，佛对无尽意菩萨，哎，你的心意听到这个话，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并供养四世的这个善心的男子，或者是善心的女人，这样子修行，功德多否？他的功德多不多呀？这个不字不要念不哦，念否，就是疑问词。哎，这个人的功德多不多呀？问这个无尽意，无尽意言：神多世尊。无尽意菩萨就答复释迦牟尼佛说：哦，很多啊，多得不得了了，世尊啊，必定是很多。佛答复说：佛言，若佛有人，假如世间上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单念观世音菩萨一位的名号而已，那么他没有那么多的供养，乃至最超略略掉进行受，就是一个时间，一时最短的时间，这一时乃至刹那之间、弹指之间发心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他没有四世供养，只以礼拜当供养，以礼拜当供养，持名当供养，哎，你看看，是二人夫，正等无异也。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人，还进行受，还四世供养，功德大得不得了了。可是有一个人呢，他发心只一个时间，很短的时间，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或者是只拜一个礼拜，以礼拜当供养，没有四世供养，这两个人的福报功德正等无异呀，平等平等。念一尊观世音菩萨，跟他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的名号，功德没有两样，无异就没有异样，完全相同。而这个功德很多啦，多大的有什么？有多少啊？以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近百千万亿劫来算，他的功德也算不能尽，而他的福报功德尽未来际受用无尽，显示这个人的功德有多大了。那么这个比较啊，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有四种多，四种多；受持观世菩萨名字的有四种少，四多四少比较起来，而功德一样。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四种多，第一，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福田多，第一福田多，他供养菩萨的福德的福田呐，多得不得了了。因为六十二亿的恒河沙菩萨都大菩萨，这个福田就多了。受持持念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这是持名多，持名多。他念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不就很多很多吗？持名多，第二多。第三，尽行受持名，尽行受供养，时间多，时间多，时间长了。假定说他二十岁发心啊，他吃喝到活到一百岁，那么就八十年那么长的时间在受持，在供养，这就时间长，时间多。这是第三多。第四，供养的东西呀、物品啊，事事具足，饮食、卧具啊、这个衣服、汤药，通通都有啊、那么这是供养的啊、供品多，供品也多啊、就是福田多、持名多、
时间多，供养多，供品多啊，就是供养多就是供品多。受持六十二愿和阿萨布萨名字的人有这四多，那么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有四种少，跟他比较起来四种少。第一，福田，只念观世音菩萨一位而已，福田少，因为他只有一位啊，观世音菩萨一位，比那个六十二亿恒河沙啊，一个很多一个很少，所以这是观世音菩萨这边只念一尊观世音菩萨，福田少啊，只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持名少，受持的名号只有一位观世音菩萨，持名少。而受持的时间很短，一时顶多一个时辰，也不过是两个小时，最少甚至一刹那一弹指啊，这个时间少，一时时间少。以礼拜当供养，没有四次供养，供品少，供养少。哎，你看这个四样比对起来，前面四样多，福田多，持名多啊，时间多，供品多。修观世音菩萨法门的人，福田少，持名少，时间少，供品少。那么一个很少，一个很多，可是功德平等，没有两样啊，功德是一样的，没有两样。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是二人夫妇啊，正等无异就完全相同啊，刚刚好了啊，彼此的功德都是一样啊。那么这既然是正等无异啊，那受持观世音菩萨法门的人的功德要比他大得多了啊。怎么比他大得多呢？少胜多啊，少胜多啊，这个少量的福德胜过他，胜的那么多，这个原因在哪里呀？古人的解释啊，有三种说法。第一，说观世音菩萨他修耳根圆通，根据这个楞严经里面说，二十五圆通里面他是耳根圆通，他所得的圆通是根本圆通啊，圆通常三种功德具足啊，详细在这个楞严经第六卷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那一段文说得很清楚啊。那么文殊菩萨卷选圆通的时候，就选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因为他是得到根本最胜的圆通，所以他的功德要胜过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这是第一种说法啊。那么就是以修持的功夫来论啊，这个殊胜。第二，观世音菩萨是果地上的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了，开头就讲过了嘛啊，已经成佛叫做过去，就是叫做正法明如来呀。现在为了要度众生的方便，示现做观世音菩萨，他是果地菩萨，不是因地菩萨。那么前面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那是因地的菩萨，在修因啊，顶多他的果位只是到等觉，还没成佛，所以当然功德就不及果地上已经成佛的菩萨了。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果地上的菩萨，已经成佛啊，而来示现度众生的方便的菩萨，他是代果行因的菩萨，是果地上的菩萨，所以比起那个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他是因地菩萨，所以果地菩萨的功德要胜过因地菩萨，因此啊，修观音法门要胜过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这是第二的说法。第三，经文既然说正等无异呀，就是一多，它的体性都不可得啊，一多平等，一跟多啊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华严经里面说一中解无量啊，一中解无量，所以说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无量中解一，
所以说只念一尊观世音菩萨啊，一干无量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哎，你不相信你可以拿个不要说是六十二亿了，拿六十二个，拿六十二个铜板平排，六十二个铜板平排，这六十二个铜板平排每一个都是一，你把它排下来呀、啊，无论哪一个都是一，都是一，没有一个铜板是二的，啊，你不相信你可以现在就是试验呐、啊，你把六十二个铜板，六十二个硬币呀、啊，你打下来平排。平白，每一个都是一耶，哪一个不是一？所以六十二个当中每一个都是第一，每一个都是一啊，多也是一，一也是一，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平等平等，所以叫做正等无异，多也是平等，少也是平等，一也是无量，无量也是一，那个无量是从一来的，离开一没有无量可得，因此之故，所以叫做正等无异，这是入理的解释，啊，平等平等，啊，没有差别，啊，有人呢、啊，现代的这个普门品注解很多很多啦，有人这样的解释，我曾看过有一种注解呀、啊，他这样解释，他说为什么单念观世音菩萨感应那么大，功德那么大，而念那么多菩萨，六十二亿。感应还不及呢，那么他功德还不及呢，比起来虽然是正等无异，实际上是变成不及了，因为这是一超胜嘛，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呀？他拿一个很粗俗的比方说，他说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只有一位呀、啊，他一位他就要负责任呐、啊，我念他嘛，他一个人他就要负责任呐、啊，他没有推的地方啊，啊。不能推脱啦，不能打太极拳嘛。那么你念的很多啊，例如说那些神教的拜神呐、啊，他又拜天公啊，又拜城隍啊，又拜徒弟啊，又拜马祖啊。等到你有难的时候，城隍推徒弟，徒弟推关公，关公推玉帝啊，玉帝推马祖，好了，推来推去，最后，等到他想到要救的时候，你已经完蛋了。他哪这种的解释啊？太粗俗。也不合乎经里面所说的道理，这是不可以的，不能这样子比较啊，那是你这个你以这种方式好像有意的排斥这个神，不该这样说，这样的说法不好啊。那么应当是按照经文里面说的很明白的道理，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啊，这不是很清楚的道理吗？所以用不着啊，用这种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又会闹笑话，难道菩萨也会推吗？难道菩萨也会打太极拳吗？难道这个六十二亿他们也打起太极拳来吗？没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解释是不正确的，不能用啊。我们剩下的文字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讲完。
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经常说问道友有信心没有，我们把这个问题问话心里想解释错了，说你自己相信你自己信不，不是向外，是向内。相信不知心什么呢？是佛大方广佛法经向你自己心求，这个道理比较的在我们佛教讲的深一点，说一切佛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佛，信不信？第一个得建立这么一个信心，第二个考验啊，有信心没有？你觉得你思想不对，不合乎佛所教导，不合乎佛所要求，你赶快收回来。觉知前面起乐，觉得念头不对了，马上止住。后面绝不相觉，觉知前面起乐，能止后面不起者，是在有信心。有了信心，你有什么表现呢？在《华严经》在《出师心品》当中。你自己能够知道自己，也能知道世界。入了信位的菩萨，了了生死，有信就能了生死。这个道理不过是一般的说起来很深，一般的不信佛，说向外信，信外头的佛法僧，引发你自信的佛法僧。但究竟讲起来呢，是相信自己心，跟佛无二无别。一个是自利，一个是利他。我们这里头有些佛弟子啊，为什么在心经叫观自在？为什么在法华经叫观世音？什么道理？一般的有的人他不明白，观自在是心经，心经叫观自在，是自修自己观照的功夫。法华经是观世音菩萨是度别人，听见世间音声就是度他救他，那是利他。心经般若分呢，般若部分的心经是自利，
四位就是自修。当你自修的时候，就用观照功夫，观呢，不是向外啊，向内，向内就观照你自心，你能照见五蕴皆空。人这个肉体就是三心二法，受想行识是心法，这个肉体呢是色法，有形有相的，心是无形无相的。这来照见五蕴皆空是自己修道。说心经就是修行的方法，你自己就修啊，修你这个心。你这个心是种子，是因，修成了假万人铸成就是果，那就成道了。成了道了后利于人，所以你要想入佛门，第一个建立信心，相信自己，相信佛所说的法，或者相信一些众生，就相信一些众生，不止人类，六道众生都有了，相信他们什么呢？都是佛。这个很难，大家如果读过《法华经》的，看过《常不清菩萨品》，他是观一切众生都是佛，因为他有佛性，都能成佛。如果你升起这么一个信心，你已经啊入道了。那你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你不会去拜泥像去了，就拜人去了。你就是不拜，也尊敬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看成是未来诸佛。你还能敢伤害他吗？还能动他起坏念头吗？是尊重别人，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你自己，尊重你自己的佛性。这个道理啊，比较是很深，但是我们一般呢，还是从信心上做起啊，有真正的信，不是虚假的信。有些人做好事儿，说做慈善事业是为了名，或者是这里都加上为利，离不开名利。如果真正做慈善事业的，不要去贪恋这些啊，心里去做，念念帮助别人。你为什么念佛经？给别人祈求，不是为了自己。这个道理呢，一般的很难做得到，很难做到，就是先为自己，而后为别人。我大菩萨发心，先度别人，然后再传导自己，这个比较难，但是越难的成就越大，不难的人人都能做得到的，那就不稀奇了，不稀奇了。所以信佛者多。